我们的第一期你叫吗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，我是在此谢过啦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会更加的努力奔向各地哟。由于受到了好评，编导们非要不吃饭就把钱省下来给我们做衣服。可是若若更想要好吃的，就知道吃。姐姐，您确定我们穿的离乡梗号了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大家好，我是葫芦老四。只有最受欢迎的才能穿得更好哦。好啦，那就有请我们的吉祥物登场吧。有请吉祥物来。心机之物只有一个。好了好了，能不能抽第几个？等等。风水轮流转，我抽到的是崇文门，是南锣鼓巷，大学校园。妹子们，我来了。我马上就要去金融街了，不知道今天会遇见谁呢。我们现在，来到了这个北京联合大学，我们去里面对一些大学生进行采访。不要进去，就不让拍是吗？这个里。那谢谢老师来。好的，我们的拍摄受到了很大的阻挠，就是，不管是什么部门吧，反正都不让我们进的，所以我当年没有报考联合大学。我们真的不考虑拍美食节目吗？这样大家都会轻松好做得多，对不对？考虑考虑嘛，跟我一起申请好不好？喵。看，快看，这空空的街道，我真的是不知道这帮编导脑子里都在想什么。他们省了吃饭的钱，给我做了这么华丽的衣服，但是却敲了个礼拜日让我来。你说我是不是这辈子和高富帅都无缘了呢？不过我不会放弃的哟。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再去寻找。你们觉得我比较适合 cos 游戏中或者说动漫中哪个人物？白虎吧。虎妹是吗？你原来也打 DOTA 的是吧？你为什么堕落到撸啊撸去？你告诉我。因为 DOTA 太难了。首先，你看得出来我 cos 的是谁吗？柯南吧。美少女战士。什么呀？谁拉姆。你们打游戏吗？没法聊了，怎么着啊？蛇精那种。谢谢，好，节目已经结束了。应该是冰雪之类的吧？小樱嘛，女一那种吧？就女神的类型。女神吗？你确定女神吗？我说女生哎。那你觉得我适合 cos 哪一类的人物？我觉得你适合出萝莉啊，或者是萌妹子系列的。萝莉啊那种。觉得我干啥？瞄准我一眼，是吧？啊，不是，就是您希望我可能去 cos 谁？猪八戒吧，我觉得《刀剑神域》里边那男主角的。我觉得他对我的信心非常大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你给了我发现这个勇气，亲爱的，我先握个手吧。我特别喜欢你啊！回答我，看准你，你就可以走了，但我不会放你走的。不好意思，蝙蝠侠，这个就是蝙蝠侠不断认的结果，知道吗？你在游戏中有过被骗的经历吗？以前玩魔兽的时候被骗过点啥？他比如说我需要个什么东西，然后他说你先把钱给我那样的。没有，都是我骗别人。当明星可以吗？我是个好人。不是，以前是有点图便宜，然后就买一些便宜的，然后就被骗了，然后把钱打回来，他们把装备送给我。就是原来最早玩石器的时候，就是人家说扔钱币啊，然后一起跑啊，结果就是我爸扔出去了，然后人家就跟那儿先把自己先捡走了，然后跑过来捡我的这个。因为我在玩游戏的时候用的都是女角色，所以不会出现劫色这种现象。比如说点卡被骗什么的，都是
有的。耽误你们几分钟时间。我要去考试。好吧，考试。大礼拜真的考毛试，逗我玩的吧？闹呢？还能不能去好好玩耍了？如果说你的女朋友特别沉迷游戏的话，你会怎么办呢？那就换一个吧。如果你的女朋友很沉迷游戏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陪她一块玩啊。我很开心吗？当然了。应该会劝她吧，然后如果劝她不听的话，开黄黄。有可能会。把这账号密码改了。没事，我也沉迷啊。我们一起沉迷，沉迷下去。游戏有老娘好玩吗？好，有气势。我会加倍的那个更多的花在游戏上。沉迷的，对吧？陪她一块玩。一把分手啊！你会强行跟他说你不许玩了？那不可能啊！这样，因为他比较喜欢玩游戏，你这么强制性的，他肯定会不高兴的。你的女朋友要是沉迷游戏，你会怎么办？不玩，没事，我不。这个东西就是，毕竟你说偶尔就说娱乐一下可以，然后长时间在我妈待着也对自己身体不好。我不会找一个很沉迷游戏的男朋友。这样他直接就把我忽略掉了。游戏上和生活呢是应该有一个更好的结合吧，有一个平衡点的。所以呢，一方面我会在一定程度内理解他玩游戏，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他能够好好的生活。你在吗？你可以先问几个问题。你都看了你都不回答问题，好讨厌啊这种人。那你有没有想和你的那个游戏里面的队友说些什么呢？别再坑我了。你们一定非常非常的好奇，为什么我刚刚在那么多人当中一眼就挑中了这个男生，因为他长得实在太像我初恋了。你最想和你游戏里面的队友说些什么？只要别垃圾游戏。你太菜了，我不想跟他们说什么。别坑就行，别坑我，坑我打死你。很怀念和大家一起搅局的日子。能把那装备给我吗？就是不会没关系，不要不懂装懂就进来组队坑爹。学不开，送死的时候可以自己死，但是别拉大家一起死。坑爹不如坑队友，谢谢，然后陪伴我这一路吧。只有神一样的对手，没有猪一样的队友。啊，兄弟们，以后不要坑人了。好，带我赶紧上道吧。假如你单身，然后看到一个妹子，而且你确定她是个妹子，然后长得还不错，你会怎么去吸引她注意力？约她出来。你怎么在游戏里吸引女玩家注意？就跟她打一聊，特别玩特别好，就跟她聊天，送支玫瑰花，送支什么的，送点东西呗。发生了一些什么故事？没有。就是从内心深处，你是不是特别渴望这种事情的发生？渴望。我不好那头。我对女生也没兴趣。我特别纯洁，我一般不会主动去找女生，因为我觉得女生玩的不大好。就是玩的好呗，然后让她觉得我特别厉害，然后她就会主动的问我，让我教她。以前没想过。没想过。偶尔想过吗？偶尔想过。太害羞了，我这么腼腆的一个人。我在游戏里很少勾引女玩家，因为都是勾引男玩家。OK， 我已经得到问题的答案了。那么这些 coser 刚刚也向我们表达了想竞争我们主持人的这种意愿，所以在未来的节目中，也许你会见到他哟。经过两个小时的休息，我已经恢复元气了。让我们看看今天的比赛结果吧。我在金融街采访了12-3个吧。今天若若到南锣鼓巷，一共采访了15个人，我都不好意思说我今天采访到了30个人哦。好的，劳资就采访到了8个。今天姐就是不想赢。那么还有呢，今天的冠军就是小波同学啦。其实我还是有实力的，就是上次点背抽到了一个什么电梯这种东西。那你现在就来选择一下下期采访的地点吧。那一定是宇宙的中心5道口。请关注我们的微博地址，并且@3位好友，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运动手表一只，并且每个月我们都会抽取幸运小伙伴一名。你有没有爱上我们的吉祥物呢？或者你有好的 cos 想法，也要及时的告诉我们哦。一经采用，我们也会给你送上一份大礼哟。如果你对我们的问题有更好的答案，一定要告诉我们哦。还有，记得要关注微博哟。哎，可惜下期就看不到我这么帅的吉祥物了。我再忍不了你了。再忍不了你了。没有没那么巨脚葫芦娃，剪刀。你的耳朵是很逼真吗？是烫上去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很疼的。